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盘棋呢，是王兴浩六段对傅建恒二段。那么这两位呢，也是他们这个年龄层的这个佼佼者啊。王兴浩呢就不用说了，现在是王兴浩是04年出生的，04年出生的，他这个同龄像涂晓宇啊，就是连续两届跟他争夺新人王赛的冠军。那么，但王兴浩好像最近来看他的成绩最近好，更突出，对。就是最为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就是今年这个1月份啊，在这个线上的一个比赛叫 TWT 的腾讯围棋锦标赛当中，对，王兴浩是赢了闯深圳旭，对，闯入决赛之后2-1，这个番棋战胜了深深圳旭，圳旭。对，这个因为深圳旭现在太强大了啊，能够不仅赢他，而且是番棋战胜他，所以大家不仅因是为对深王圳兴浩有旭很多期待。正式的比赛对中国棋手23连胜嘛，但王兴浩在这个之中间对，正好是是在这中间。对赢了深圳旭，当然这个比赛的成绩没有计算入正式的比赛当中，不计算等级对，分。不计算等级分，但它确实也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对，你首先奖金很奖高，金很另高，外呢，你这个参赛的基本上是都是各路好手都参都加下了，了，对，就含金量是很高的这样对的一这个个冠赛军，事，对，所以王兴浩呢，也是这个本届新人王赛的一个夺冠热门了。现在他也是不负众望，这样一路杀到了半决赛当中。那他的对手呢，傅建恒。傅建恒其实是06年，比他小2岁。成绩呢，当然没有这个王兴浩这么耀眼了，但是在他的这个年龄段里面，也是大家比较看好的。他也是国家少年队的棋手。好的，那我们还是先进入棋局啊。对，王兴浩的黑棋，对，因为对这个年轻棋手来说，差1岁2岁其实是差距挺大的。当然，随着年龄提升以后，还好，差距就会越来越 小。对对，小时候你这个大1岁，好像这个棋是要厉害一些，大1-2岁的话。对，这个方向还稍微少见一些啊。这样一个象象目啊，脱退。它飞起来的，手脚，还比较积极。对，没有普通的去选择一个拆边，这个这样子是速一度个兼快一顾，些。对，兼顾脚步和拆边。如果你将来要白棋，如果要打入的话，就战哎，斗这个嘛，选点也是不知道该选在哪儿。大概就这中间是些位吧？吧，谁也别拆了，我也就算了，往对，外跳，这样就是战对，斗。就战斗，往外跑。白的手脚对，这个小目手脚也很大。黑的也手脚。对。白的拆边，就刚开局，好像大家下的还是比较平稳的。黑棋选择一个大飞，好像都不是很着急，对。下的都比较稳妥一哎，些。这个现在这个拆边是拆在这个位置哈，不是逼紧，或者说再松一点是中间反正优缺点是不是也是比较好评估？啊。这个可能模样最大，下一手棋走过来，对扩张模样还是比较有好处的。对。当然了，就显得有点太空虚，肯定没围住。这个呢，回去肯定扎实些，但是就有点慢，所以他这个选择呢，就可能两头兼顾一下，也有点棋脚理，但是呢，也暂时来说也没有什么太 感大觉的以问前题。好像要下的这个位置好像是比较少见，是吧？对，要么就是紧，因为要会，么就以会前老退一是点。会讲这种这个味道不干净，感觉有点中途半端对，了，要么你就扎实些，要么你就干脆就速对，度快。中间但现在这个理论好像 AI 出来之后也又打不破尽了，然，对，对，我就是中途半端，但是两边也都哎，有点用，各有利弊是对。吧？中庸之道。那接下来这边对，逼过这来。个，你这儿都拆了，是也没什么别的，再可好能像也就就这条边了，是吧？现在这条宽的也可以，但这是，比较宽的这条和这条，对，但是走这儿的话，容易这地方被动之后就不好进来了。这里如果黑棋要下的话是怎么拆？这个
还是这个？不知道怎么选，有可能这个，有可能这个，我觉得有可能这个。这个的话，这个打入还挺麻烦的。因为脚上肯定是有味道，不舒服。可以这个，因为我欢迎你从这儿打入。从这儿打入，我好像不是很怕。对。鼻这个，黑的是二尖高甲。黑的是二尖高甲。我第一感是以为是总是夹紧的，对，但是好像它。黑棋和上面那个差很像，你看它也是离它是这样的一个间隔，走在高位。那么这个靠也是和这个逼柱是一个相关联的手段，对，常见的啊一种下法。那么黑棋，因为现在应该是不能搬吧？搬的话被连搬下来，是不是？以前反正定式都这么下的吧？就粘上。这是粘还是贴？贴。对。贴的话，要看配合。现在不知道能不能顶。正常可能就跳。这也有啊。也有是吧？也是能下的。这好像有，这个图也是有的。我还觉得这边有了这个拆过来、逼过来之后，不太想让他这样被他这个连扳。有这么下的，这还挺常见的。推反正比较求稳，推反正比较扎实，不给借用。那这样我印象中白的是满意的。这样子黑棋再拐过。那这样白的应该没什么不满，走到了嘛，对吧？那么黑棋再来处理，白棋再来处理这个子。那这样的话，当时放在这儿不好吗？放这儿，可能往这飞。放这儿，他可能担心将来这地方打入他不舒服，还要再打。这打入有点不舒服。说你我飞，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得出来？你不出来的话，被没棋下了。出来正常好像是贴完飞吧。我先打入，这感觉有点担心是吧？对你压我，我搬了力。有借用，我压，我好像想搬完再立。确实啊，黑棋好像也不太好硬啊。对，或者说我就顶过活了。感觉黑的这个也有点落空。对，反正有打入吧，有点不舒服，可能。所以他干脆拆在这里。也还好。那么现在白棋是点的，他是先这边先逼一手，逼一手，这边先逼一下，瞄着跨是不是？对，瞄着这边跨断，瞄着要靠，对，跳，再打，但是好像还是有一点这样的，是不是还是有味道啊？不太干净，就是不太干净，有借用。那我不知道白棋能不能拖呀？这棋彻底把它防住是吧？没有想过往这拖吗？把它防守。拖一个黑的是怎么下？就有我倒是有点不太肯往这儿走，因为感觉意思不大呀。从这出来，那当然我如果拖你搬了粘我再跳。我觉得脱退倒应该便宜了吧，毕竟刚才还有点，还是有点味道，有点不舒服。除非你脱的时候黑棋就不搬了，不搬走什么的，这地方有什么好的组合的手段吗？好像也没有啊，这怎么下？有什么好的方式？我也没尖，这我就挡住，你还顶我？我跟你说尝出来了，那尖完顶我尝出来，你管我粘上？这个黑的有点俗吧？就说啊。确实是，那好像有点太俗了。那我单顶的话，你就挡住了是吧？单顶我只有挡住，然后再接这个，再接你就粘这个，我就粘上了。对你挡住我搬起来，好像我就这么来呢，试一下。这不能，不太好吧？不接受是吧？那我不就是亏了这个吗？你本来这下法也不对吧？不，我本来单顶的。你怎么去看这个交换呢？就是我相当于我现在单顶啊，你是挡住还是长？我挡住啊，我你挡住啊。那如果长行不行？
抢我拐挡。那个我肯定不肯，但是这个确实这个还是很损的，很损哈。这个还是很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到你将来利益，这个跳进来的东西，这个损的还是有点多。这肯定是把我走后了，气各方面。对，那就是这边的组合不知道该怎么。只能走到一边，那肯定，只能走到一边，全给我打住，不太行，我不能让你把我打进去。对，我觉得可以考虑拖吧，这个，还薄一点，有点薄，然后黑棋顺势挡下来，挡他是准备怎么贴？飞，飞。但是就是啊，它是跳长 啊一样还原。但我就觉得下成这样之后，这个跳有是不是也没什么意思？这黑的铁厚是吧？这个应该算很厚了吧？很厚了，就黑的这样逼到肯定便宜不少。就说比如说现在这个情况下，黑棋再逼的话。再比我黑棋应该不会去跳，白棋应该不会去跳。我甚至于你这个什么，我说不定都忍了，你什么顶啊什么的，我都不出来了，我都无所谓了，或者哪怕我退一步小节我都行。对，我出来干嘛呀？我这干嘛？就是我们下棋要离后室远嘛，我这朝着你铁臂阿童木这头往这顶，没什么好。这样的话，明显是有给他留下了一个这个跨段的一个。跨段好像不能冲啊，冲倒是也能冲，但是他就有点损啊。这就是你断哪边吃哪边，对吧？那我肯定断外面。黑棋就肯定断那边。我当然把这拔了，是不是还能接受啊？你会挡吗？我不挡啊。能搬到吗？我搬我搬了你就准备退是吧？对，我搬一下，不然我直接退被你猴是不是不太舒服？我先搬一下。对，好像长了好。搬这个，我爬完粘。如果说搬到再长的话，好像白棋有点苦，白的是吧？白棋有苦，你冲的话，他现在那没我就挡啊，就挡住就可以了。啊，你还要这样？不。这个脚好像不是很怕你。这个脚，脚有点危险。这挡得住，好像摆的不好，不行。对，你除非说这样的时候能不能搬？好像不太怕。我钻这个东西。要求做活，我如果打，打劫，撑住。你是搞不清这个劫吧，有可能打你。对，这个劫，因为你当然是我点不行，点我挡下来，这边还有断，只能打是吧？对，反正这棋好像也有点打劫也不知道啊，挺复杂的，你别说，挺复杂。或者我就不搬了，我就先尝好吗？猴吧，好像关系是不是也不大。猴到的话，这个脚里边是死活是什么回事？活了，我就已经活了是吧？但是这黑的是不是这样也还可以啊？分段白棋也可以吧？刮一下这样的。对，因为这一带白棋，你好像冲了打可以挡住，这是俗手吧？我就退就可以了，不便宜。别抢，我就退吧。对。冲了打的应该不便宜。对，这样的白棋黑棋等于是靠断之后也是有收获的。对，好像白的还是作战勉强一些，所以他实战加这个，加这个我感觉是比较平衡的一个下法吧。对，但是加的话就是脚里边是可以做成一个金鸡独立啊。不是这个，我是觉得他这个不能粘这个，他怎么能选这个粘的图呢？吃了吧，这棋第一杆啊，是吃的吗？我觉得不能粘吧，脚上那个金鸡独立太损了，金鸡独立木数也亏好多。那这样的话，就等于留着一个打吃了长的手段。长嘛，长我就跳嘛。其实也还好嘛，白的也可以看得比较轻，暂时你也吃不掉啊。你走多了，将来我不要就不要了。这个脚里的木数这样还不是？我现在是不是？
间断我。对呀、啊，我现在马上就把你截断了。接完冲，我直接靠断呢，我不挡这下。啊，不卖这局。对，我不挡这下，我直接靠。你好像扛不住。你现在没事，暂时应该还好。暂时现在可以撑住哈。对，我说你走走，如果你拆我飞，你再尖我就脱先嘛。不，白棋争个先手，我觉得也还可以吧，速度快一点。我是觉得这个棋形，这不能。粘这个黑棋藏进来，脚上黑的是一个。你只要觉得藏进来不能忍是吧？不能忍啊！这脚上一个弃子，而且脚上这个弃子有点怪，好像。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为什么在讨论这个局部？实战它是断，断的话白棋就两个选择，白棋两个选择，一个它是断里边啊，断里边。你断外边，我断是是是。就断的时候，白棋两个选择，一个是刚才说的把脚吃掉，对，还有一个就是让实战的下法是粘这个。我觉得是断哪边吃哪边，是吧？嗯。这样的话呢，脚上黑棋是吃不掉的，是一个金鸡独立。对，脚上是这个图，白棋很损的。对，这是一个长形哈，就是将来你收气，它因为有一段。我有一段，但我不会收气，收气你断完之后你搬在这儿，嗯，它这个还会吼你一下，它这个东西，它将来是这样的，它是吼完收气。这里面将来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目数。首先你断一个很损，因为刚才虽然这个厚，但是你说局部的眼位，如果该白棋下，好像黑的局部还没有活，就是特别清楚，局部好像还没有完全安定，所以你这个断一下呢，对厚薄来说已经付出了代价了。嗯，黑的很厚，我就不用什么出头什么，我都不用下了，这厚薄很重要的。然后其次第二点，你这现在收起吃脚上就剩八目了，你目数也亏了。嗯。刚才如果是把这吃掉的话，一二三四，十目总是有的嘛。嗯，主要是十一十二，黑的也没那么多目，黑的现在这打了棋打先手，黑的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黑的为八目，本来这地方大概也就五目棋嘛，五六目。差别就是现在白棋是连成一片了，亏了大概五目棋、哎，连成一片，但是连成一片这棋，它有一种隐患，就是它的棋形是长成这样的。对，万一哪天。没活、啊，就是以后里面啊，你看虽然吃掉四个，但是黑棋真给你来这个是个刀把五、哦。黑的这长成这样呀，黑的这样，只要外面封住你，你就得去补一手。对，那你等于弃权一手。嗯，那你不补，你就是没活嘛。对，所以有时候判断一块棋厚不厚啊，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它是不是活形，它对不对？这没那么厚。这样的话，因为有这么一个。隐患虽然还比较遥远啊，比较遥远，但是也是走两步，我觉得倒挺现实的一个东西。就是一旦被这个跳下来，这个棋就是马上就是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先手棋，嗯嗯，这个我觉得这断一下后薄影响也很大。那这个断的时候也是考验。我觉得要是你的话就吃这里，只能吃，我觉得谈不上考验嘛。没得选是吧？因为粘上的话，这一串木薯效率已经被刮得有点惨，实控就剩八木棋了，木薯也亏了。我感觉，我倒觉得，我觉得只有吃，我倒觉得不好选。我感觉只有吃味道好。而且我刚才吃完，你走完我跳过来走，我因为黑的不厚嘛，我刚才风头好像都是先手。嗯。我感觉大局比这个要好得多。嗯，哎，然后现在黑棋脱先了，黑棋现在先拆一个，全部大场。我感觉这白的效率有点低，拆先手补了一个。嗯。然后现在再拆这个。我感觉白的会不会下来有点太稳了呀？这一定要补吗？能不能去抢啊？这个确实拆很想走。能不能去抢啊？很想走。这一定要补吗？这，我处理起来很难吗？感觉也不是特别难的样子。你跳过来，嗯，或者靠一靠，腾挪腾挪可以吧？哎，也不是很重呀。那这串没有问题，还行哈，很厚的，因为下面是基本上我一手棋肯定是活的，头都在外面，这棋形很好，就这两个子就要处理这边，也没那么难处理吧？嗯，
就是这个拆和白棋这个跳交换，好像黑棋好舒服，就觉得便宜了，怎么就这么容易让他走到了？对，因为这手棋本身没什么价值。是，你看这边白黑棋走到了，然后黑棋这边拆，然后白棋又跟着应了一手，什么都走到了。嗯，然后把这里猴掉。他白的是不是没有看见这个猴啊？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期得跳这个吧，我觉得这期或者说打入狠一点或者就至少我觉得这个是这期这个好像有点确实是有点被黑棋左右都走到了、这个不能被跳啊，这怎么能被跳下去，然后这没办法，只能去俗一下、得先断，不然说这黑的这一条，这对黑棋你看这边，这是一个好比较满意的形状。以后我们基本上可以看成这个棋形嘛，大概就黑棋，我都不说留着了，黑的可能留着更好。我就算这个跟这个，那你太难受了。这两个交换，你要知道这黑棋只有八目，白来的便宜，等于说我走一个，其实我是走了两个，你这是单关。我一手棋走两手棋的价值。这个白棋效率有点太低了，这步棋其实是相当大的一手棋、太大了，这个我说这为什么，这不就走怕靠，是正常下嘛，也是正常棋形啊，稍微有一点缓哈，白棋难受，他没注意别人吼他一下他没活有可能这个枪被打完一团刀爆五，这个问题相当的很现实了，是吧？马上就摆在眼前了。说遥远，其实一点都不遥远，走了两步，好像这摆在眼前的问题。好，白棋在跳，或者呢，白棋呢，确实是你面对王兴浩、还是想把战线拉长一点吗？想下得稳一点吗？你得拼啊！怎么？刚才那盘棋呢？马帅呢是有点过于拼了，是吧？我觉得对，拼过头了，拼过头了，有点太兴奋了。对，刚才因为一上来米氏飞刀一直站，有点搂不住了。对，这盘棋白棋呢，该收的时候没收。傅建恒呢，你肯定对跟王兴浩下肯定是一个下风棋嘛，是不是？我感觉有几手棋有点稍微有点太老实了。跳这个，反正像这种棋呢，你说凡关无恶手嘛，你说他这个特别不好，谈不上，但是呢，就不是特别积极，我感觉就是谈不上好棋，就是可能及格线，每手棋的效率可能就是差不多及格。傅建恒好像是重庆的吧？重庆人，对，重庆也是前两年吧，前两年入段的，因为我记得去年有一个原十九杯。他还是出场了二段嘛？二段对、二段应该是前年定段，应该是前年。反正就这几年。对，就但是他成绩也不错，他拿了一个新秀赛，去年好像去年新秀赛的亚军。哦。有一项新秀赛的亚军，就是同龄人当中还是不错的，对吧？下的有点不太不着急了。所以你说这个棋下棋的时候这个分寸啊怎么把握，太拼了也不行，过于保守了这个有可能最后就干不够，不是，这是主要是一个判断问题。对，就是刚才那个棋我是觉得拼的不合理，人家比你厚，人家比你主动，你非要拼，那你不占理。那这个棋的话也不是说保守吧，我是觉得你走的棋的价值没人家大呀，还是要照棋下啊。那黑的走什么都先手，黑的尖顶，白的就打了打。对，好像对，确实有点被白黑棋牵着鼻子走。黑的就从这步走什么都是先手，我逼你跳，我逼你跳，对吧？当然这个它不是先手，但是它的价值会以后还会体现，其实把它当先手看，以后你还得搜刮你，走什么都是先手。那没有不好的道理，如果这么下黑的还不好的话，这不合理啊，不可能的呀。我什么地方我都先动手，我不可能亏啊。现在
上面黑起来浅笑。啊，对啊，这不就是你苦心经营的，你一直在这围围围，稍微掉一掉。就这条这个封锁线也不好弄，这个四路哈也不好围，它是它靠住了。因为对，因为正常来说呢，黑白棋可能会对这两块棋产生一些想法，因为这块也不是很厚。嗯，但是问题是你这个也受到牵制。嗯，你不能说走着走着黑的，这就是隐形的先手。对，所以黑棋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厚。嗯，所以你像这种棋可能抛开白棋如果活，白棋可能就想反击了，但是现在他又也不好反击，这下面说白了这是块孤棋，就没活。嗯，所以厚薄这个就一直是在形势判断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啊，不仅仅是实地。白棋这个棋也是受到了牵制。先看看这个王新浩怎么来腾挪上面。他这确实他不好反击，但是他这个我就感觉只剩被动防守，整盘棋下得很被动。白棋处处在防守。对。然后黑棋真的靠在脚上也是问应手。因为这样，因为你靠在这儿的话，什么时候黑棋搬你总是要断的吧。没法退。没效率太低了。退无可退，就相当于他现在先放一下。这一带黑棋有各种借用，又靠在脚上。这是一种棋感，就是职业棋手对这种寻找头绪的地方。这黑棋这种，它就是占点便宜，然后再搬比较好操作。嗯，白的，然后搬，然后这一带我感觉白棋不太好用强。我感觉就是你想全给我杀了，这个好像不太现实，不太可能的事情。难度太高了，是吧？怎么全杀？他是只好吃这个，先补住一边。他搬的话是被长了是吧？这没法弄啊！这长你不能粘这儿被冲烂了，只能粘这个。嗯，那就全活了呀！这脚活了，这外面将来还能打你两下。脚活了之后，这还有个断。嗯，我感觉白棋苦心经营，一二三四五，连续走了五手棋，最后可能白的围的比黑的都大不了多少，只剩个十几目，不到二十目，这也太小了，搬不动是吧？搬不动，问题是走这也不对啊，这我感觉这棋已经不太对了，这你能杀了我？你杀不了我，不就是控全没了吗？控呢？脚没了。挡。脚没了，损失极其惨重。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啊、哦？他就护住了。那就是护住我一飞。这里护住，哎，这里强杀也不行哈、啊。强杀这里是有一飞是吗？这棋形不好杀吧？感觉一飞就不好办了。太勉强了。守住。守住就飞呗。有活了嘛？嗯，那白的这个效率啊，他就挡住，就挡住。哎，我觉得傅剑衡下的有点太简单，哎，他这个地方就不再长一下了，是吧？他长怕冲完粘，他觉得不舒服。挡这个，这个给他打，而且打一下还好。这个里好吗？不打一下是不是还算？舒服一些呀。这里边下来是什么东西啊？这断你呢？那是啥呀？拐啊，拐我长完长完打呢？这里还能打进去？这断吐了，这断是不是只能吃这个呀？吃这个不行啊。那吃这个吃这个怎么忍啊？黑的比白的大，那不能忍了。这只能从下面打过去了，吃我再说了。我感觉这个判断啊，嗯，明显还是有差距。白棋这子消的判断有问题。嗯，这个里边的死活，如果说这边锦带钩，锦带钩，如果说这边粘了以后，里边是一个万年劫，万年劫，锦带钩万年劫，嗯，但这都不重要。这里面是这样一个形状啊，嗯，因为锦带钩不能加，只能下面这样万年劫。对，嗯，万年劫就打呗。万年劫所以对黑棋压力也不太大。黑的没付出什么代价呀，黑的外面将来打一下，你也没变，这
本来不就你的空吗？我这，你如果走一个，我他就看成先手活脚了。这白棋空，那还白棋不能再补了呀，只能是脱先了，冲击，现在冲击了，这算什么冲击啊？那你不冲击怎么办呢？你下面补也没法补啊，就很难了。这棋感觉不知道该干嘛了。那总得找棋下呀，总得补棋吧。总得来。我是觉得这个冲击这地方价值特别小啊，这有什么呀？这我不要了，这不大，这很小。那哪里大？没有，大的都被别人抢完了。人家黑的处处是先手，你现在说哪儿大？我的黑的大的全占完了呀。黑的先手逼了一下，顶一个先手，跳一个，黑的脚还跑了。那他总这棋还得下呀，他是吧？白的在想办法嘛。你反观白棋的棋形，他就有点局促，都有点坨在一起，很难下。就说这是前面的问题，他是找头绪，主要是前面的问题，这棋已经很难下这棋。那么，这地方本身价值真的很小，这刺一下之后，彻底把这地方的什么各种都没了。现在跳一个，这个一会儿我杀了你，你再不走是有点危险。白棋也没有心情再补了，他是挡下了，不能补，挡下来。补是肯定不能补的，当然你黑棋要杀呢，这种杀也是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冲进去。黑的也是，而且你冲进去之前别忘打一下。对，别忘了打一下。不打一下，换刚才那个随手哈，这个要打掉。乱打这个容易提醒，这个是活棋。对，这一定要先打。就说如果打掉之后，杀棋之前一定是要十足的把握，否则你这个就停一招再损两目，受不了。对。轻易不会下的。哦，太难受。王先浩下的好，这个立下的好。先立，吐了。我什么刚才断这种长出来都不用，如果你贴的话，我断马上断，直接就对，直接就。我在单长好，而且你现在也不能补啊，这上面打了打，对，就长一个适应手，白的已经要吐了，太难受了。不会补了，只能不补了。飞出来。啊，只能不补了，这个不会补，不知道怎么补。局部你说补下面上面不对，补上面，主要你补在外面的话，这是先手断。断完之后，断完了还有一段打，他先手吃，这受不了。你想让他后手吃，那是这样，那黑的这上面打到一下就留着很清楚，受不了，根本。那吃到这儿的话，他断了之后，这个扳是先手，这里面什么棋都没有了，多一个扳先手。什么多一个扳？你走哪个？就是你贴下来的话，我这样扳是先手啊。我直接断死了呀，不是可以？是糊死，糊我可以打呀，哎、哦，断不死啊。哦，我还以为我刚才以为这打完之后还能把你俩断死呢。我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不，他这个可以入气的。但是就是扳是先手嘛。对，扳是先手。也就这样也不肯忍。也没法忍。对。这个倒是平，这我觉得是这盘棋傅剑恒唯一的一个胜负手，在拼的地方胜负手。但这个你说他这个倒算不上拼吧，就发挥自己后世的威力，对，去冲击。我是说他这个脱先算是总是要来寻找些头绪。这个脱先算是胜负手平，但是好像也很难拼到什么呀。上面打吃，打掉，这怎么弄啊？上哪拼啊？主要是黑棋下边呢也非常厚，就是跟这个段本来就有点嘛，就说这个段本身是很损的，就是厚薄还是很明显有关系。对，他为了这边延一气，只好这个苦肉计，没办法。现在对黑棋来说呢，就说主要处理好这块棋，中间这一块棋就可以了，下面是不用担心的，不难处理，感觉上是不难。你看上面等于还多打到一下。你这个要连落就飞，因为他这种地方很想刺，会对上面影响大一点，但是他不能乱刺，刺完之后这方挖了什么，这地方黑的就已经连上了，因为他刺完就跨断嘛，跨完一挖自己就出问题了，所以但不能乱刺，黑的比想象中要厚，因为白的不够厚就飞。
我感觉这种东西都有点在帮对手整形的感觉，但是你不走，黑的又是先手，所以就很麻。走吧，黑的也很舒服。黑棋呢，它这个形状拿捏的很到位、啊，整得很好。嗯，黑的就感觉上现在对黑棋来说可能流畅的多，对，没有什么太大难度是吧？这个格局就是黑的处理好，问题是白棋现在这个棋白的空好像不够了，干不够，白的空已经要不够了，白的效率明显比黑棋要低不少。啊，现在冲。冲的时候，白棋不会，黑棋不会挡了，它粘单粘了。那、啊、还是这个问题，黑的这地方随时连。对，嗯。那先白黑棋，白棋可能也实在没有心情再来单关补了，他是走到这儿。但是走到这儿的问题就是马上就靠了。哎、哦，靠倒是不能挖哦，刚才好像倒是往下看了看，这好像白的、啊、这有这个是吧？它有一个大头鬼，嗯，你走完之后，它是打完力、嗯，有个大头鬼，嗯。所以不能挖，单断。嗯，单断好，哎，单断粘上，脚上是死的。那现在把这个打掉。大头鬼没有一团死了，杀气，就黑的。要不要？没必要吧。暂时不会来，不杀气不行，因为攻气实在太多了。对。就说白棋已经是局部欠一手。嗯。只要黑棋外面这块棋是活的。嗯。随时欠个团，就前面说还挺遥远的，其实现在看起来未来一来，就这个将来一团，这个就是刀把五就死了呀。对，当然现在黑棋要接元气了，黑的先做活、嗯，对，黑的先把自己做活。不，这一棋白的不太可能说这棋要把黑棋杀了吧？我感觉黑的这个眼型应该是很容易活呀，这不都先手吗？嗯，借用太多了。这怎么可能？就黑棋只要一火，马上就一招，所以一招致命了就。这个不太好杀。白的只能走一走，自己去补活呀，这也没办法。走这个。黑棋的处理就很清楚啊。你先打一下，打完一粘是不是已经活了呀？想活肯定活了，哎、这不全先手吗？这已经是不是已经活了？可能是。嗯。啊！这白的还要搞吗？就是将来冲完扑。不是你这看看外边，这外面太棒了，太离谱了，这外边。这个白的外面牵手棋，主要是白棋外面有点薄、而且这点断打了以后已经这个断产生了，对，是吧？这不是光断的问题，这里面问题什么以后点也行啊，拖呀、断，反正这里面你一手棋我觉得补的都补不好、补不舒服，上面其实是点一点靠一靠是差一手棋，各种搜刮，现在白棋难办，白棋很难，白棋欠的东西太多，这干嘛？这是走这个，没看见小尖。他觉得如果冲的话，打吃。嗯，只是预想图嘛。嗯，预想图是这样的，然后吃这个，冲回来。这样子配戏不入戏。对，这样你打我粘上，就是这个就被断开了。对，这是白棋的预想图，走完一扳。这个当然不，黑棋不能犯这种错误啊。黑棋可以小尖、白的是不是没注意这小尖啊？我说白棋也是，就是那如果是试一试啊，那这肯定损失越来越惨重呀。这个试完肯定就不能。这之后就更难试了，这在干什么？这棋丁，然后冲这个，把这三个子吃了，哇！吃完之后马上就要出棋了，你得做活，马上出棋了，我粘回来，你还得补，那不黑的先手活，黑的，白棋必须做活，那我不是又连回来了？对，连回来。哦，他有，他可以扑了，把三个子给吃了。对，
算是一人吃三个。但是上面这一段，因为这个拐打，有拐打这里一段。那空呢？白棋走半天空呢？这一段下面段吃两个子非常大。不是、啊，先手吃。我们这么理解，就是白棋从这个点了飞开始冲击黑棋。冲击黑棋的结果是白棋花了一手棋，那我们上面可以摆完吃完，这黑的是先手，对吧？这还有打吃，受不了，打吃完你还得补贴在这儿，对吧？好，现在这样算是从这个攻击开始告一段落。白棋现在落了一个后手，也就是说白棋花了一手棋。白棋花了一手棋的结果呢是什么呢？就是这地方你吃三，我吃三个，目数差不多。白棋把这个吃了。大概这一方收获得有个十目棋吧。黑的呢先手把这个吃了，本来好像还没有，黑的先手把这吃了，然后黑的还获得了先手，就从这场攻击开始，白的又亏的，对，没有，又亏了，又亏很多，亏一手棋吧，至少我感觉白棋至少亏了一手棋。黑棋走完往这一飞，这棋还怎么收控啊？这个目白的现在全盘。黑棋还是应对的好啊，是吧？从你冲击开始，黑棋滴水不漏。这个白的，但是平心而论，确实是和王兴浩下，我觉得是很难的，是吧？这个因为实力啊，在这里。现在这棋我大概吧，黑棋这块棋大概算是贴目，这个加起来可能跟白棋目数差不多，白的可能稍微好一点，稍微比黑棋多个几目棋，就黑的这块棋是贴目，这块棋就能围多少的问题，白的肯定要进去嘛。你是说上面这一块可以用来贴目啊？对，那好像就黑棋就现在多了这一块，这块贴目感觉问题不大呀。对，就是白棋可能也会长一些嘛。就是黑棋。对，就是只要我比你多一个贴目嘛。对，我比你多一个贴目。好像不是不难、啊。所以黑棋现在优势还是很明显。明显的，对。非常明显。就是用这块棋来换一个贴目。就感觉赢多。现在你说跟王兴浩下确实是很难的。哎，没有，我看看。我怎么随手摆啊、哦？还真是下这儿的。那感觉是对的嘛？那白棋周围比较厚，所以它可以藏进去，这样捞实地。黑的也就，因为爬爬二路，刚刚就说了，黑棋这个比白棋大一个贴目对就可以了。就让你联络就好了。就呗。然后飞，对，黑棋下的也很简明啊。这个黑的得有二十目，肯定不止二十五目。白的地方长了五目，我现在大概比你大二十目。一个推一个贴目还是绰绰有余的。像黑白棋还是下来搞点事情，搞一搞。只要是拆二的地方就靠进去。这但是这个搞好像也。然后再加。白棋现在拼一下。黑的虎柱，因为家首先这地方黑的已经长了好多目了。再搞一搞，挡住，真的有点，这，然后冲，冲的时候就吃就行，啊，断，黑的一看，稍微算了算，啥也没看出来。这确实是你如果粘我就粘上它就粘住，活不了啊，这怎么活不了，活不了肯定没法活了，所以它是打这个，那这是啥反打，那现在还拔花呢，那拔吧，这感觉又损了白的，这木感觉越损越多了呀，没办法呀，这个黑棋前面对硬得好，效率太低了，我就觉得从布局一开始白棋的效率出有问题，其实这个其实也挺体现这个实力的、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年轻棋手对这个判断啊，特别刚才马帅那盘棋我觉得也是，这问题就是这个形势判断这块好像还是有问题，对于子效的理解，厚薄的判断、就是、拼和保守这个对，现在年轻棋手就是计算力这块对吧，因为这个训练量包括计算都很用功，这块基本功倒还是不错，很扎实，妙手什么都能看见，对，但是这种虚的东西确实还要磨练，还要成长，对对对、
当然了，这年轻人他来日方长嘛。也是因为有这样的比赛，说是吧？对。所以年轻人还是要多比赛。对，那肯定。实战。多练。这个，这白的。这白棋其实黑棋无所谓，黑棋随时随时提过来就行了，就先提着，因为打着玩。棋已经到中后盘收官阶段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拔花的价值基本上就跟布局阶段那是两回事儿了。啊，黑棋提过来就行了，这个棋无所谓的。这。得挡吧，这是不是漏的？挡住了，挡住。这就围点这个，围点儿。没办法呀。夹缝中围了点儿。就这点，现在白棋小细条。我们刚才判断的说，这条边是天目，你现在这条边比这个当然是已经大了很多了。黑的是从这个长过去。对，然后白棋现在多了这些目数也不足以抗衡。黑的这地方点过去涨了35目，白上面涨5目，这地方涨10目，对，还是好像没有什么悬念啊，这盘棋，那就基本上是一个黑棋的一盘好局是吧？基本上是一盘完胜的棋。不，这我觉得是前面的棋，白棋对子校的理解，就一步一步，它慢慢的差距就拉大了。其实可能每手棋你亏一点亏一点，但几个回合下来，哎、有这种感觉。这盘棋就是有种积少成多，然后回头我们一看，实地不够了。是，因为白的又没死龙，啥也没有，大家都很正常，微微控，白的不够，就是。这个功力还是对，显然这个王兴浩虽然只大了2岁啊，但是感觉这盘棋明显功力是那入段早，入段早这个更高的，这么这几年的锻炼经验各方面确实是。王兴浩现在是围甲的主力啊，上海队的主力，是主力棋手啊。傅建恒，而且王兴浩基本上，我觉得他从小时候也就是能看出来，确实是一个特别的希望之星。像这个叫应世杯世界围棋青少年锦标赛，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青少年赛事，他代表中国拿代表中国少年组拿过一次冠军，青年组拿过一次冠军，对，基本上在这个比赛中，其实这个比赛走出了很多世界冠军和这个顶尖棋手啊，那也是一个风向标。我记得，哎，日本那个棋手叫什么？我也忘了。他好像是唯一一次，就是日本队拿过一次冠军。日本对，叫什么太郎来着？我有点记不住。反正三太郎之一，当年的三太郎之一，现在的三太郎之一。我知道有个叫三浦太郎，我知道。不是三浦太郎，应该不是。是叫什么太郎这？哎呦，怎么这个记性不太好？就是确实是好多棋手啊，能看出来就是小时候比较强还是有优势的。对，后面还在下，定个型吧。目可能差距比较明显，然后是粘住，这还得补一手，不补是不打，可能有棋，就要怪，补到这儿是吧？没办法，你如果挡住的话，这个一提，所以只能补，这很难受。棋形确实是效率有问题，黑的也补一个，因为他补这也先手嘛，黑的也补断，虎这个，虎这个有一定的价值。反正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官子了啊。搬一下。其实现在胜负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长也是先手，因为冲不死，打吃先手。得连。挡住。这是个定型。走哪儿了？冲这个。对。然后粘啊提，提，哦，提
骑士先手啊，这我哎，这两个子儿觉得大，连一个翻，猴一下舒服，搜刮，哇，这猴万一冲走什么顶住啊，没啥事儿是吧？所以味道看起来还得补将来，哎，这个很难受。然后再把这打住，我就走。骑行下的确实别扭了一些，搬一下顶住。好，这个是最后一手棋，搬住这顶住这里的是这盘棋最后一手，黑棋呢？顶到这儿，这盘棋就宣告胜利了。白黑棋也是中盘胜。那么王兴浩呢，也就是拿到了另一张这个决赛的门票，他将和周宏宇进行这个决赛的三盘棋。这又是一场这个性别大战，而且，我觉得还挺有戏剧性的。这两位棋手都是，本年度是他们最后一次参加新人王赛的这样的一个参赛权。从最近成绩来看，这两位棋手确实也是在同龄当中确实是成绩最好的。从这两盘棋的质量上来看，确实也实至名归吧，都应该算是完胜的棋。两位确实是，确实下的要比对手要好一些。是，那么对王兴浩来说呢，也是，他的职业生涯中，他还没有拿过一个新人王的冠军，是吧？第三次进决赛。对，第三次进决赛，看看这个，俗话说事不过三啊，看看这次他能不能最后如愿以偿。但对周宏宇来说呢，这也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机会啊，因为他面对的是他这个年龄层的最优秀的这个男棋手了。对，他能不能突破这个性别障碍，是不是？突破过一回，已经突破过一回了啊，能不能再次创造奇迹？哎，这个也是给我们留下悬念。那么明天的这个，因为新人王赛是一直连续下嘛，那么下到半决赛，今天结束之后就要会暂停，休息一下，对，暂停一下。那么决赛呢也会，听说是会到这个我们赞助方的这个马桥镇，上海是马桥镇去进行。好，具体时间呢也是期待这个主办方稍后会公布啊。那么对，那么这个马桥杯的新人王赛呢，下到今天呢就是决出了两位决赛的参赛棋手。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欣赏两盘非常精彩的半决赛的对决。感谢丁烈老师啊，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关注了棋局。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再见。